老板来只鸡。这哪能买鸡呢？烤的店可以先给老板带回去。哎，老板，往里弄吧。别弄了，别弄。这能吃吗？皮皮虾就是吃皮的嘛。哦。老板，别喝别干了。给我来一瓶。对。这皮皮虾就得吃皮。你这次怎么还喝上了？这你就不懂了，光吃虾皮太咸了，要配鸡酒，微凉护肤又爽口，还能缓解疲劳，带劲儿。订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哟。今天带你们去饭店转转，走。你好，欢迎光临。这是毛鸡蛋，你给我尝尝。哎，我们管这叫毛蛋，你们那叫啥？姐夫，你每天做饭太辛苦啦。跟着食人走，吃香喝辣全都有。拿多了，剩下给老板带回去。工人师傅在修树，我们去看看。哎，师傅，你这榆树吧？啊，这把树枝给我吧。啊，拿走吧。我爷爷小时候就给我做过这个。今天我们一火四天，这个外面这个皮不能吃。香，那边是好东西。这可是因为好药材。美味又营养。哎呦哥！你！芝芝来了。先吃肉，皮烤的有点干。老板，这不行不行，我买。给老板带回去。哎，老板，这都烂了，不要了吧？哎，这能吃啊？好都能吃。这个吃太费劲了。
这个真能烤着吃啊。这不要啊，不要了，这是好的东西。拿少了，下次再多拿一点。哎，老板，你这还有刺猬了？哎，我这牛粪。那我烤烤。我听说海南的孩子都这么吃的，里面的东西不要。龙虾我只吃黄，不吃肉。趁这会功夫给大家推荐一款正宗传奇手游，一比一还原经典，升级真的超级快。现在下载一顿烧烤的功夫就能升100级，登录即领取稀有超级月灵，百分百复刻人物属性，人物有多强，月灵就有多强。有了它，刷图打击还不是分分钟搞定？边玩边吃，味道更香了，比刺猬好吃。哎，老板，你这不要了吧？这鱼翅，鱼翅没营养。这鱼翅可是好东西。这个没人要，下次再拿点。哎，姐夫，这是什么花？这不蒲公英吗？有。天热上火，多吃蒲公英。这样吃才有营养。你们肯定不知道这是啥。比在火锅店吃都过瘾。铁路还没到吗？公交车上呢，马上就到了。玫瑰做好3分钟，凝固8分钟，正好。画画的北北。哎，姐夫，这就是我的冰糖玫瑰，看着还不错嘛。
老板，你这不要了吧？这鱼翅，鱼翅没人要。这鱼翅可是好东西。这个没人要，下次再拿点。老板家还有下水管了、啊、你家里有下水管了那你不要了、哎、这个还真和下水管一样去摸头发摸摸头摸头发还是下水管好吃哎老板哟好久不见、嗯、哎我帮你弄我帮你弄一路我走好好路啊走要想吃得好还得靠自己哎老板你这还刺猬了哎我这牛粪嗯那我烤烤我听说海南海南都这么吃的里面的东西不要龙虾我只吃黄不吃肉嗯边玩边吃味道更香了比刺猬好吃今天我要做个糖吃走可以做做的糖给你吃这个得用力啊把这个汁倒出来走挤出来的全是精油这个要把糖分给它熬出来麦芽糖太甜了520送他一朵巧克力玫瑰哎是谁嗯哎这是好东西啊老板不错下次再去